真的认识你了，我们从前奉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知道你是神，知道你是我们的父，知道你是永不改变的主。主啊，你是施行奇迹的上帝，我们的生死祸福都在你的手中，并且你已经赏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谢谢你，让我们真认识你，我们一看见就知道你是我们的主。谢谢你，我们要归给天上的父，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荣耀归给神。你坐。位置够不够？好，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今天看到有一个传一个那个line给我啊，说他说川普他们有个秘密基地，你晓得那个秘密基地，说有个牧师在跟他们，他每个礼拜会一起那个他跟他分享来祷告，我不晓得是这个这样的传一个信息。很多人看那个川普好像不会的啊，而且怎么样怎么样，但有一点非常重要，神肯定不肯定。我们在很多生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神是不是说 yes， 神如果说 yes， 很多人说 no， 那还是 yes， 因为神最大。阿们很多人是这样。我有一天在上海在走，在去年今年在1月12号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很感动，因为神已经把那个生命之道给我，那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都说，我如果今天还没有认识神，哎呀，那真是悲惨啊！
啊啊，那真是愚蠢无愚拙啊，悲惨的人啊，可怜的人。但是我已经认识上帝，我是何等的幸福啊！所以有的人哈、哦、就很可惜，明明神他不当作是神啊，当作是偶像，当作是那个啊，不说主啊主啊，但是他不把当作是主，当作是啊啊用的啊啊，他说哎哎神啊，你帮助我啊，我要这边要怎么样，那边要怎么样啊？但是如果我们的神你当作是神，你整个人生就不一样。阿们，你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啊，若有人在基督里，那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成新的。感谢主，整个都不一样了。啊，这是我可以经历的，我整个不一样。我真的认识上帝了。哎，你看看那个好，啊，悲圣经，刘昌好，悲圣经，弟兄，他以前在监狱出来了，啊，他叫悲圣经不一样。我以前糊里糊涂，哎呀，算算慢慢，啊啊，我现在真的认识上帝，我不一样，啊，他们可以看出来，我以前睡得很晚啊，有时候睡得五六点啊，六七点啊，我现在三点多才睡，不是上帝都想你，我真的知道这个宝贵，一生清楚。啊，有些人啊，又愁眉苦脸，因为他没有认识上帝，就愁眉苦脸，啊，为什么呢？他不晓得神这是光，就是光明，啊，就是希望。啊，他里面的活泼的盼望，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边越来越多背圣经的。你只要把神话刻在心板上，你每天去用它，你就会不一样。阿门。不管你以前一样，你整个就不一样。这是我可以做见证。啊，最近早上起来说很兴奋的，因为觉得什么，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有活泼的盼望。我旁边坐一个那个退伍的那个啊，以前的中校退役，他是硕士哦。流血的硕士，我看他，哎呀，好像很没有盼望。他差不多70岁啊，我没有盼望，说哎呀，这个一天能够安平安过日子就好了。他太信主了，以前在我小组聚会过。哎，我先跟他聊一聊哈，看他有没有改变。我觉得一个人有神哈，就会改变。阿门，阿门。你心里真的有神，你就改变。有的假的有神，你有神，嘴巴讲有神，心里把神跟你撇在一边啊，那个。有的嘴巴讲有神，圣经丢在一边，那个是假的。你真的有神，神最大，神什么事都能。你若人性怎么样？在信的凡事都能。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信是得着，怎么样？就必得着，就这么简单。你信就有了，不信就没有。不信，你这个圣经对你没有用。你不信他没用，你信他就很有用，每一个都很有用。所以你要很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是我们66节圣经。你不信主哈、哦？我有一次那个我旁边哈、哦，那个我先走过来的，看到一个卖柳橙汁的，他也信耶稣，啊信。但我说太可惜了，整天在那边没有什么事啊，但是弄就不一定是有人买了哈、哦。但是他们翘起二郎腿，就看报纸抽抽烟，可怜。这么多时间，为什么不好好亲近上帝？这么多时间，你看多可怜。无聊的人嘛，对不对？如果你有神的时候，你是非常的丰盛，不会无聊。阿门。阿门。你每一天都非常丰盛。我最近每天做一个小时的运动，一边运动一边在背圣经了。哎呀，丰富的不得了。啊，哎，整个不一样。如果你只有运动，你会很无聊。你看，一个小时也很无聊、哦，对不对？持续就很不简单。啊，你每天睡觉看看，有没有人睡不着觉的？你试看看，你背圣经了，你躺下来哈，从创世开始想，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就这样，你五分钟就睡着了。阿门。上帝很厉害，神的话很厉害。阿门。你如果是愁眉苦脸，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不会愁眉苦脸。阿门。是的。你假装信你没有用，那个就不真的信。你只是说，哎呀，主啊主啊，那个根本不是真，这不是真心的，那个就是假的。哎呀，主啊主啊，把神摆在一边，啊啊，聊聊天，呼呼啦啦，你就看说，你哪的信耶，假说那信啊，你信个几块的，要假的，知道吧？就是你无所谓，上帝得不得荣耀你没有关系，你就被羞辱了。撒旦说，你这个看了不行嘛，你信耶稣，信的上面有破皮，把你皮，因为你信的不像，有信耶稣好像没信耶稣，可差不多。对不对？对，你的傻蛋才把你欺负，你是 gay 嘛？你假冒牌基督徒，对不对？你看就知道冒牌，傻蛋很厉害的，
看骂牌会就是欺侮。啊，你真牌谁敢欺侮啊？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女儿，谁敢欺侮？开玩笑，对不对？对。啊、哦，就感谢主，从现在开始，真正相信神，卖做 gay 你都要洗干。有、啊。神说怎么样？你们要进展的。他们是什么窄的路是小的，对不对？啊、哦，那、欸、你们不要那个啊、哦，那个进去的人很少的。啊、哦，那那个那个你们要记得不要那个。宽的大的怎么样？那个是没有进去的，所以他扁了。现在开始拼了，拼永生。我是很简单，我刚才说什么拼什么永生？永生还要拼吗？啊，简单简单一下，拼永生，开始拼。从现在开始拼永生，我是一定很快拼的。我总不可以那个嘛？怎么样？怎么样？任其灭亡，任自己灭亡，对不对？不可能，我一定拼。从现在开始拼。阿们，要拼的就赶快拼。好，你拼你会觉得每天都很精彩。阿们啊，我们感谢主啊，康伟是非常棒的，我看到他什么，哇，我这是很厉害的啊。我们都请退最棒的讲员啊，那可能不知道怎么请的，我看办的都不要请了，全台湾最棒的讲员都请了，搞不好还有国外，哦，很厉害。好、哦，那你看康伟，机票付不起了啊！机票付不起，机票付不起，真的像吗？这个月有国外来的，美国来的是不是？哦，谁？播种协会，真的？对对对，我知道，那个的妹妹，对不对？哦，感谢主，西方，你看他，又是音乐的啊、哦，是不是、啊？音乐家，又是魔术师，牧师最大的牧师，哎呀，太棒了！我很早认识那个。嗯牧师，所以感谢主，荣耀归给神。感谢。谢谢。我们谢谢我们会计师啊所长，感谢主设立这样的一个合场哈，让这个合场是大家的哈。那这个合场呢，已经八年多了，这个每一个礼拜一晚上，除了放假哈，就不要来，有人放假还来哈。我们的徐大哥嘛，对不对？这里没有粽子可以吃，他跑来的，所以记得就是有一些人哈，他们。很喜欢这里哈，那虽然小小的，可是温馨啊。虽然小小的，但是透过网络呢是无远佛界啊。所以八年来哈，真的是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心灵上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哈。所以等一下呢，我们现场的人哈，记得如果我有把这个镜头扫描到各位的时候呢。各位如果有睡着的话，赶快醒来一下，但是不要揉眼睛，也不要打哈欠啊。自然。这是当然不会了，尽量不会的啊，因为我们的讲员哦，我舍不得放开这个讲员，因为很有魅力。对。今天的讲员哦，很麻烦的一点就是哦，他身高跟我一样三个字，他185，158啦。就是一样，一样三个字，158，185啊。但是呢，他的才艺就是185，我的才艺才158啊，因为他的才华哦，非常的不得了。而且还在增高当中哈、啊，最近又看到有人送他，知道他很喜欢这些华夏的乐器，什么葫芦丝嘛是吧？就特别买来就赶快送给他。我喜欢的东西都没有人从国外买来送我，差好多。不过说实在，因为他是侍奉主、服侍主，用国乐来侍奉主，用各种特殊的这个乐器呢来赞美主，这个不得了啊哈。那说在现今的CD 啊，真的越来越少人要去买来制作，这当然了，就是说他还出的这个 CD 非常非常难得哈、啊，因为说实在，对于我们整个传统音乐哈、啊，我们要爱好它，啊，我们要喜爱它，因为这样所有的丝弦乐器都是要怎样赞美主嘛，对不对？啊，那我们牧师哦、啊，因为你要说这个。竹法不及被宰，但这话哈就是不适用在这里了。他的履历哦，加起来真的是好长一串哦。他变魔术可以这样一串一串搭起来，扑克牌52张，52个履历都在他都有哈、哦。我简单念几个，因为我本来要用我的，但是这里已经很丰富了，年纪有了哈、哦。他是三化意象的实践者，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记录化，真的是非常难得。再来是他本身呢，也是教会的牧师、教会博士，诗歌的创作、作词作曲都会哦。一般来讲，像我是作词，我作曲我就不行啊。那不止啊，还有编曲啊，要编曲哈、啊。他音乐的一个素养是非常好啊，音乐的造词啊，粉好啊，
三个四个字念错两个字，我说我了。那他也是每日眼镜示意的编著啊，也算是那个在台湾国际读经会台湾啊总会的哈，国际啊台湾总中华民国总会啊，我们说中华民国总会啊，他是里面的理事啊，那他在里面参与很久啊，那也是很重要里面的讲员啊。那再来呢，他也是文化大学推广部的音乐治疗啊的一个有这样的师资，加上又是我们内地中国国家二级心理咨商师，还有很多啦。其中一个，今天这里那个小碗，这个不太小，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哎，要变魔术正在找碗，啊，都是纸的不行，看到有这个碗就好开心哦，那个瓷碗，那个是碗盖，没关系，大碗小碗盖。我跟马牧师其实也是认识很久，很有渊源，除了身高差不多以外，三个字啊。那事实上他我现在那个教会啊，这个常常固定有讲到啊，那包括去年都在那教会讲到，那个教会的牧师呢非常的喜爱我们马牧师啊，就是永和福音堂那个牧师97岁的啊，最近去看他一下，住院去啊，出去啊，对对，他要讲你去的，他碰到我就是说啊，马牧师又来啊，就是前一阵子嘛哈，他特别，我上个礼拜在他们教会讲到，他特别提到说你有去看他。所以感谢主啊，因为那个教会的牧长非常好，很关心人，那也因此呢培养出来的这些的牧者啊，都是一样很关心人。马牧师非常温馨，非常的让人有安全感，虽然长那么高大，身高差那么多，但是在一起就很有安全感。有人身高差不多在一起也没有安全感啊，了解意思哈、因为这样虽然很近却很远，他虽然身高离我很远，但是感觉却温暖很近。所以当一个牧者哈，当一个我们要关怀人，那个近很重要，而不是说夫妻有两个人也是一样，在一个屋檐下却很远啊，很生疏，这样不行啊。我希望我们这里是一个小而美，很温暖啊，那也是真的是每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背圣经。等一下请牧师你要抽，有人要让你抽背啊，因为目前推广这个背圣经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是已经有人可以背120章啊。我是背12个字，那是有人背十二节，有人是背12章，有人是背120章，哦，差好多，数字差不多哦。好，感谢主哦，好不好？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主啊！这个感谢主，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怎么那么有比一般人多出那么多时间去做那么多的事情，而且最近也是一个划船哈、的总干事了啊！他还有一个没讲的，还有很多没讲的，其中一个也是神学院的教授。所以也是神学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遴选啊，遴选神学生啊，很多，真的他的真的是资历非常多，所以我们感谢主，就说为什么刚讲到啊，那个我们所长讲到，很多人很无聊哎，如果你想要不无聊的话，就跟我们马牧师学嘛，他那么多那么丰富啊，你跟他在一起也绝对不无聊，因为他今天光跟你讲音乐，你就，我希望我们在今年。可以多安排一次两次哈，或者在明年多安排吧，或是真的很精彩啊。那下一次他还可以把乐器带来，因为这次主要是分享那个他的一个见证啊，一个感受哈。他自己本身现身的这个经历啊，那下一次呢，就是光一个音乐专辑就已经不得了了哈。好不好？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掌声欢迎啊！来，我们马牧师，感谢主。好，非常谢谢陈哥还有可宁的介绍啊。那常常也在一些场合里面自我介绍说，很多人啊看到我说马牧师啊，我看你人高马大，人有一点点高，但我绝对不会承认我是马大啊。玛丽亚啊，因为马大边服侍边抱怨嘛，啊，不当马大，我们都不要当马大啊，不要羡慕那上好的福分。但是我也相信，当耶稣讲了马大之后，马大一定有悔改，因为他是耶稣素来所爱的哦，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啊，所以我相信他会生命改变，虽然没写到啊、哦。好，那刚刚啊，陈哥进来也说那个魔术啊，啊，虽然没找到碗，但我这个刚刚我的包包里一摸摸出橡皮筋来也可以变，我想我嗓门够大，那么厉害，好，我就不拿麦克风了哈、啊。刚刚找到的哈、啊、橡皮筋，
好，我这里有两条橡皮筋，哎，可以两条就可以了啊。那我看看，我们请我们的资深美少女，资深美少女，好，到这边来啊，站着嘛，啊，对对，站着哈，好，伸出你一根手指头，一根哈就好了。这是你的手指头，对不对？绝对不是道具，啊，把它放进来。我捏着了，橡皮筋已经拿不出来了。啊？哦，一二，靠上去，三，啊，拿出来，不见了，这松开了，不见了，啊，就跑出来了。再一次，再拿起来，在你眼前哈，你捏着，自己捏着，那只手哈，把自己的食指捏着，捏着，啊，这样拿不出来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哎，还是跑出来了。哇。你是怎么弄的？还有诀窍吧？好，可以教大家的，没问题哈。一样哈，没关系哈，谢谢谢谢哈，谢谢。好，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些摩擦啊，夫妻也会大声沟通嘛，对不对哈？牙齿也会咬到嘴唇、舌头嘛，啊，难免好像变得无解啊。人的一生常常活得越久，朋友越少，都得罪光了哈。好，那好像两条橡皮筋哈，只有铁磨铁哈，磨出冒一堆烟来。在基督里呢，却因为神的爱，就解开了，就可以分开了啊。好，那同样的呢是橡皮筋，一样两条。刚刚讲真的，人与人之间常常就为了一点点小事不讲话，形同陌路人。可是主却告诉我们要爱的不够啊，只要住在主的爱里面，磨一磨，捏一捏。不见了，不见了，哎，跑到我这里来了，哇，没看到，啊，再次，再看一次啊，好，两条橡皮筋，哈，啊，这里没有啊，对，要讲对错是非，请到派出所，请到警察局，请到法院啊，家是爱的不够的地方，啊，两条橡皮筋缩小，揉一揉，捏捏，就在你们眼前，再捏，嗯，啊。跑到这里来了。好，我没有像刘谦那么厉害啊，但是我大概会四五十招啦。如果你们期待的话，我下次把道具带来，我们把我们的啊这个所长切一切。不要吧。然后他的脚在那里打拍子哈，啊，头还在这里可以唱歌，好，可以接得回来的哈，接得回来的。可以那个刘谦在几年前的春晚。他拿了一杯牛奶，吸管对着空气吸，结果呢，牛奶杯子里越来越少，空气啊，这个吸管也有牛奶在跑，他停了，吸管就空了，牛奶杯也停了，再吸又开始跑，啊，下次来免费教大家，啊，我也可以把桌子飞起来啊，没问题哈，啊，那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魔术可以瞬间破冰，只要对方笑了，他喜欢上我了。再跟他传福音很快的，啊，所以我的名片啊，我今天有没有带？啊，我的名片会故意做一个缺角，啊，我也喜欢研究心理学，他看到人的都是视觉的，他不是去读文字的啊，他会读文字，但是他是先视觉的，先看图案的。哎，你的名片怎么一个缺角？又不是怎么凹到的，是故意切的？那我说，因为他问我嘛，我说你能不能把下面三行字读一下？在你我的生命中，就像这张缺角的名片。需要基督的爱来填补。他在讲的时候，我在为他祷告。我希望圣灵感动他。平常要人家读一节经文很难的，他问我了，我的名片就变成福音单张，啊，然后就跟他讲，哎呀，你都在哪里聚会哈，啊？我就告诉他，南京东路三段多少？285号七楼，哎，好，感谢主啊。那，有没有那个可以抽空的？还是帮我点哈，你再帮我点哈，从下一站哈。那我刚刚讲啊，也谢谢可明刚刚介绍，对我来讲，我是一个三化一小，我希望的人生下半场，华人的福音化，全球多少华人，还有好多人没信耶稣啊，教会国度化，当教会愿意宣教的时候，就是国度的开始。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文化的基督化。在我自己的研究当中，我们今天以台北市，人家说已经有10%了，全台湾大概也有6%左右了啊。那可是呢，中元节马上到，马上就可以做出教会的验收。对，如果台湾头到台湾尾，大街小巷都还在拜好兄弟，我们教会还要打屁股，我
们的努力还不够。好，那我个人的研究大概有四个大石头要拿走。好，我就很简单，用一分钟讲一下。龙文化，中国龙跟圣经龙不一样，先解套。第二个鬼文化，中国鬼跟圣经鬼不一样啊，中国鬼是阿飘嘛，啊，就是圣经鬼呢，堕落的天使。好，这个鬼文化翻过来传福音是很快的，可是我们基督徒还是怕鬼。啊，真正的鬼故事在哪里？不在聊斋啊，不是那个贞子从水井爬出来啊，看来你会睡不着的，会做噩梦的。真正的鬼故事都在圣经里，创世纪有鬼，约伯记有鬼，四福音有鬼，那是真正的鬼，可是看了你不会怕，对不对？好，好，其他的鬼都是人吓人的。好，我17岁，感谢主，我参加一个青年宣道大会，几个重要的牧师影响我，有唐崇龙、赵天恩，所以三化意象是赵天恩喊出来的。我17岁就刻印在我心板上了，当时他们都是好朋友的，曹牧师神学，赵天恩做中国文化的这个汇通研究，滕敬辉牧师的解经，周连华牧师告诉我们，你看他的教会他设计的，他有一句名言，香啊，那个花，那个洋香野，花鲜花就是洋香野，好，所以他很有中国的一个盼望本色化的过程。啊，还有陈雷牧师，那我现在在的这个机构，30年前大陆刚开放探亲，他就成立了拆会了，啊，那是他创立的哈，那还有梁彦成博士哈，他也是会敬神游，以前打坐修行，可是现在是很会传福音的一个学者，好，那这个我想我们就跳过去哈，好，再过来哈，那这个唐牧师年轻的时候多帅啊，帅啊，哇。真的很帅，再下一张哈，是本人，对，好，所以我说我是三化意象实践者哈，我们再来哈，赵天恩牧师安息了，所以呢，我在怀念他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送给他，天恩情中国心，纪念一代神仆赵天恩牧师，天恩他叫赵天恩嘛，这是在中国福音会那个时候我拍的，再过来。好，那滕牧师，因为我在宣道会有10几年，所以呢，滕牧师，这个哈，他的这个榜样啊，跟生命很值得我们效法跟学习啊。再来哈，对，这个好快一点哈。周连华牧师当然也安息了，好，那所以他说香啊，杨花也，他是中国神学的实践跟代表，好，那他好，这个也是哈，再来哈，那这是梁彦成博士哈，他现在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好，再来。啊，陈莲牧师哈，先跳回去哈，那个陈莲牧师的啊，那当然这个也是在福音会，当时我们纪念赵天恩的时候拍的啊。好，再来哈，那陈莲牧师他以前每的一个培训之后呢，他就会写诗啊，用7言绝句、5言律诗哈等等啊。那我就说牧师啊，我们合作好不好？我把他10几首的歌变成神州主曲。啊，这是其中一首啊，今天比较没有时间唱。好，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表啊，是我们这个中华拆船在阳明山退休会的时候，我请我们的同工练唱，陈牧师他完全不知情，坐在第一排，我们唱的主曲3首啊，一共有10几首，我唱了3首之后，他老泪横流，哈，老泪横流哈。其实我们都可以写歌的。不一定都是赞美之泉才能写，不一定都是约书亚才能写。陈哥，你写一个歌词，啊，可明你写了很多歌词，我们都可以来创作，都会有感动。哆哆哆哆瑞瑞瑞瑞瑞咪咪咪咪咪发，嗦嗦嗦嗦哆，一首歌了，就那么简单。哈哈，琴对不对？弹一弹都是旋律，都是旋律，好不好听另外一回事。可是呢，把我们对神的感动唱出来。诗篇不是给牧师讲道用的。诗篇里面是文学，诗篇里面是祷告，诗篇里面是音乐，甚至诗篇里面是舞蹈，是艺术，啊，整个文化的呈现，好，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唱的哈，好，再来哈，所以以上这几位都是我在生命养成当中，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好，然后我们再来，好，那我就简单的介绍我一下，我是1964年生的哈。那当时的永和新生地，我是大城一包。那为什么在国旗下？因为我爸爸说那一年呢、啊，我们退出联合国，啊，民国60年啊，所以我算一算，我大概6岁左右啊。我爸爸非常的爱国，哎，跟弟弟在国旗下面照相，好，好，所以呢，哈，我大城一包哈。
那我的爸爸哈，对，跟耶稣的爸爸一样，都是木匠啊。这是我妈妈，我父亲已经安息好几年了啊。我们一家啊，对。那这是我的学姐哈、啊，我把她追到手了哈、啊，变成老婆啊。好，那时候我们在林良堂认识的，那时候我们陈哥是林良堂执事会主副主席。啊，感谢主哈！哇，每天5点林良堂晨更的，4点半还5点，我忘了，5点哈，5点到7点，对对，哈、啊。刚刚洪警方问候你，哦，好，好，感谢主哈，对，好，再来哈，那马珍哈，马克，那感谢主哈，那马珍考上了芝加哥的牧笛神学院，他本来前年是考到一个很棒的一个美国的大学。但是后来他很清楚现身，所以他不去读了。我觉得你这样放弃很可惜。但是他说他很清楚现身，所以就再考一次啊。他本来考到一个常春藤不错的学校，那再考他就说去读牧笛。后来呢，今年要去准备就读的时候，牧笛说可能要结束了，因为现在美国很多的神学院新派跟自由派强势哈、啊，所以要进入董事会，所以学校决定宁愿结束。啊、也不要让新派、自由派，因为奉献越来越少，啊、所以福音派这个大本营、啊、就一间一间，好、啊，单单英国啊，过去5年呢、啊，有几间教会被卖掉了，300间还是3000间，我忘了哈、啊。所以欧洲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在前2天，6月30号，在教会历史的传说当中，是保罗殉道1950年，然后中国的一个很大的教会。温州帮、啊、我也是温州人，所以他们也把我当温州帮了哈、啊。在罗马竞技场，就在前2天的晚上，罗马竞技场50000个位置举行音乐敬拜大会。哇！啊、有2000多人决志，这是我听到的消息。台湾比较少知道，因为很难大家、啊、买这么贵的机票，只是为了参加一个晚上。啊、所以他把罗马竞技场。罗马竞技场去过。嗨，感谢主哈。啊对，在那个地方是圣徒被狮子咬死的地方，而华人看到欧洲教会的没落，以前8国联军打中国，现在我们还福音的债，啊，在那里中国教会的兴起，所以是罗马当地的华人联会主办，啊，那听说扎了1500万，为了一个晚上，啊，台币哈、啊、扎下去哈、啊，好，那所以感谢主哈、啊，那儿子呢在平科大哈。啊他说以后不够吃了哈，所以他要研究农业哈，是吧？更多的粮食。哇，这一招！啊，我跟老婆啊，当然不是长这个样子喽啊，因为我们去玩哈、啊，有一个套头的哈，很好玩哈。好，我们再来哈、啊，就简单的介绍。哎呀，这个我那个时代的娃娃车啊，大家可都有这个印象哈、啊。那这个是林旺叔爷爷。啊，林旺爷爷。所以我这张很珍贵哈、啊，我还掉了2颗牙齿哈、啊，跟弟弟还有林旺照相。那感谢主哈、啊，因为我是第三代基督徒，就是奶奶一把菜刀，宣教士一直跟我奶奶传福音，我奶奶急得要做菜，哎呀，菜刀找不到，这个宣教士好烦啊，一直讲耶稣啊，就说你让我找到菜刀，我就来信耶稣啦，不然你离开啦，啊，就来有和那个福和那个就是对中正桥，那时候最早在福和桥下面，后来政府分地哈、啊，就分到了永和新生地。啊、哦，那时候我们跟李老师他们都养鸡养鸭的，啊、哦，那就是李老师，就是那时候宣教士哈、哦，然后那传呐、啊，那说那祷告嘛，好好祷告有效的话，我就信耶稣。祷告完了，哇，心静下来了，菜刀就在前面，刚刚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到，因为这样子不是说我奶奶就信耶稣，我奶奶因为这样就进了教会，不拜拜了。以前浙江的大臣啊都在拜拜，所以。好，我们家跟李老师他们家哈有渊源的哈。好，再来哈。那我小时候，我爸爸看我喜欢音乐，这是我第一个乐器。我生日那天送我口琴，所以我常常喜欢送孩子口琴，对我的启蒙。因为在当时觉得这是好名贵的乐器呀、啊。好，然后呢，然后吹久了音感也会不错的哈。好，随身又很好携带。好，那我是8岁受洗。好，再来。那我跟我弟弟哈那。我小时候，我跟我弟弟打来打去，我奶奶就抱着我跟我弟弟祷告、唱诗歌。我奶奶是文盲，可是她会背好多京剧，啊，没有大家厉害，但是一个文盲，她背了好多京剧，会唱好多诗歌啊。那我跟我弟弟哈，就听到一句祷告，我奶奶说盼望我2个孙子里面有一个当牧师，啊，那个就是我。
好，那我弟弟就当了建筑师，他应该说两个都当牧师，那就两个了。好，那后来啊，我爸爸哈开放的时候回大陆啊，把家谱带回来。哇，我有皇家血统哎，我是五胡十六国的楚王马英啊的后代啊，哎，要叫我太子啊，哎，所以不管什么，哎呀，哪一国的，我说我是五代十六国的哈，五胡十六国的楚王啊，好玩啊，对对哈，后来我查了一下，是很好的王哈，那我的祖先里面在宋朝很多当宰相的啊。当那个将军的哈，像今天的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等等哈，但是我看我家的族谱，怎么每一个都长得一样啊？名字不一样，长得都一样啊，因为都用画的嘛，以前没有照相嘛哈，啊，所以很有意思。我也盼望能把我们的家谱给他整理出来啊，也是很好传福音的哈。对呀哈，本来也很像啊，本来也很像。对哈，我们家马家这个直系下来，宋朝是最多的啊，当官的最多的哈，对。好，然后再来哈，所以哈，刚刚讲那个哈，再过来哈。那我在学生时代也做过哈，这个在家里面啊，在住家附近就在教会青年团契当主席，在学校呢也是青年团契当主席。但是那一年是我的信仰危机，我居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好，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死了就死了，怎么可能会复活？那个是自我的一种期待。就有没有很多亲人过世了，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你这么狠心就把我抛弃了，对，你给我起来啊！然后我们好像这种期待，所以好像耶稣复活，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但也因为我有经过这一段，所以我在讲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的神性跟人性，我会知道对方想什么。好，所以感谢主，今天我是很清楚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但在教会界，我们比较偏重他的神性，而人性的部分又弱了，啊，很多的新派讲他的人性，而忽略他的神性。那我也讲起法，叫做左宗基。好，我也喜欢啊，国乐哈。那一天，我们得到了哈，啊，这个冠军了哈，啊，大专院校的冠军。好，再来哈，我是吹笙的哈。所以您家媳妇啊要生小孩，我去催一段就催生了哈。好，那个那一年我们得奖了哈。好，再来哈。那我是海军下士退伍，大概是我最帅的那一张啊。好，以后好再来哈。那后来这个就交了女朋友哈，她也是现身的传道人，是我的学姐。好，1993年结婚。好，再来啊，那进神毕业，跟当时的老院长师母啊。那后来就有继续的进修啊，我特别去华梵大学，你不要觉得我怪怪的，我真的要去研究佛教。所以我在研究佛教的时候啊，我得到了两句话。我们讲空，他们把空当成生命的最高境界，可是基督徒知道空是人犯罪的结果。讲空讲的最好的不是佛经啊，讲空讲的最好的是圣经中的传道书。那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虚空，没得说的，剥洋葱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就是虚空。好，我们再来哈，那也在神学院哈教一些课啊，再来也有在拿神教课啊，再来，好，那我也后来又考到了国家一级的心理师证照啊，这个是蛮难考的啊，我可以去那里开公司的啊，那但是他们现在把二级一级先收了，只用二级啊，就二级就够用了。好，再来哈，那我也在 CGN TV 哈有一个神学讲座主讲，好，再来，好，然后有一些哈这个事工，好，再来。好，那刚刚可明兄啊也讲说我在读经会啊，也谢谢读经会，那我有机会来写灵修释义啊，那就一直服侍到现在啊，也担任音乐宣这个关怀期。如果你们知道有些家庭是孩子想学音乐，但是他没有钱学啊，你来跟我们讲，我们会安排附近的教会，我们会募款，好，跟那个教会跟他的父母说，你让这个孩子来学免费的。啊，而我们把学费啊，把这个学费是付给那个老师，然后到教会免费教，但是你的孩子要在教会将来要配搭，啊，所以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让这个孩子免费学钢琴，啊，是我们有这么，然后我们募款啊给老师来教这个孩子，啊，这个是我刚刚啊这个介绍过的哈，啊，我的 CD 创作，啊，那个呢很有意思。啊，丁松云神父还没安息之前，啊，我跟他有点认识，他好喜欢我这里面的诗歌，帮我拿去梵蒂冈，啊，送给了面城教宗，
啊，虽然天主教的教义我是有意见的，但是诗歌我觉得是很好的，没问题哦。然后那个教宗啊，开心的不得了，我不到两个月，我收到了，我在台湾收到他寄给我的感谢函，说我致力于本土圣乐创作，啊，一个教宗给一个小牧师，啊，后来论坛报哦，做了好大篇幅啊，给我做介绍哈，好，再来哈，所以我写了哈我的思想乐啊，就今天我们讲的就浓缩了一下啊，那我也帮宇宙光成立了第一支诗况国乐敬拜团，这是目前全教会他们每一个几乎都是科班出身的，都可以开个人音乐会的，在国家音乐厅哦，啊，那我也希望将来有第二团、第三团哈等等，好，然后再来。好，我也爱变魔术啊！我说要把陈哥切一切哈，啊，脚在这里，人在这里，啊，没有问题的哈，啊。对，你们喜欢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切一切，啊，你可以叫几声，没有问题哈。那，啊，好，我也可以把桌子飞起来。曾经啊，国乐团伴奏，啊，我把椅子，我现场表演魔术，好几个魔术在国乐的伴奏当中哈，啊，首创。好，那好，啊，这个我们就跳过去哈，啊。好，那我也想消灭单身。啊，不是说我爱做媒了，消灭单身为的是建立基督化家庭，啊，教会更要看重弟兄的事工，啊，不然真的是量少质差，量优的都在这里了，对不对？质优的都在这里了，啊，好，那我好刚刚讲过的，好，再来，好，那我也到各地，啊，有一些培训的事工，好，再来，啊，那我也是三经主义者，啊，生命从真理出发，精确生活要精致，人生要精彩，过一个真善美圣的生活。我要求自己一年摸一个乐器，不是说我要很厉害，可是我要享受在那个音乐。那哆来咪很简单的，对不对？我们又不是哦，一定要像那个不得了的大音乐家啊，哦。我们对不对？老的时候怎么办呢？就玩玩琴啊，弹弹吉他，很好的啊，哦。好，那我有时候爱搞笑啊。哦再来哈，我家里还有老三，我两个孩子，还有一个老三哈，叫马哈比哈，一只猫哈。好，再来哈，是马哈比。对对哈，那接下来呢，讲到我的音乐部分哈，那我跟大家有点分享。好，再来，那为什么要讲民族音乐圣乐化呢？我做一个基督徒，我现在当一个牧师，我在教会音乐里面，古典诗歌好棒，好享受，不管是巴哈还是韩德尔啊，或者是我们这些古典诗集。讲到这个，我也很担心，很怕古典圣乐在我这一代被消灭掉。现在很多教会都不唱，连诗本都不见了，全部打字，没有错 ，PPT 打出来很好。可是弟兄姐妹，整个的音乐素质下降，看不懂谱，不会唱歌，对，用喊的、用摇的就可以了，这个不叫敬拜，非常的粗糙。我作为一个牧师，我讲一句重话哈。好，所以当然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这些古典诗歌，我们也对年轻人的需要，我们也没问题的。好，比较流行的敬拜 ，OK 的。但是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华人，我们的民族自卑感还在里面，就觉得华人的音乐是不能够敬拜的吗？所以我们的民族音乐几乎不在教会里面唱。所以我当时还在牧会，我就在机构嘛，牧会的时候，二胡上去献乐。古筝上去献乐，琵琶上去献乐，但是献乐没有诗歌啊。你用二胡拉《奇异恩典》可以，但总是怪怪的，曲风不对。用琵琶哈，啊，保驾轻盈还是怪怪的，味道不对。我说主啊，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诗歌的创作者。我跟神祷告，感谢主，神垂听祷告。我是一个外行，然后呢，我常常洗澡的时候，我就可以。老婆，快点帮我拿笔拿纸，身上都是肥皂，我往擦干就写。我待会介绍的牧歌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写下来的。写下来说，主啊，要写歌词吗？一个感动，诗篇二十三篇。我说诗篇二十三篇很长哎。然后呢，衣服穿完，我出来一对，前前后后不到十分钟，这首歌写好了。我几乎一个字，当然诗篇是不用改字，一个旋律都没改。分成三节，待会大家就还可以听听看。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哈，这个新年祷，我有放一个桌面写可名，啊，你点进去，右上角，啊，右上角，啊，你点进去哈。当然现在大热天，哈哈，好，但是啊，我这个新年祷有点哎，对，最右边哈，对对对，可名，好，你点这个哈，这个新年祷第二首，啊，第二首。
那我把锣鼓点，我把民族旋律都放进来。然后再回到刚刚的那个简谱的部分。写完了，顾 TV 马上打电话给我，听到这首诗歌，他说过年能不能放？我说没问题，他说播放的，我说没问题，完全哈、啊、不用给我任何费用。这片大概是我自己知道华人哈第一次用民族曲风用国乐伴奏的第一片，就用创作的哈，不是说以前有个二胡的名家，但是他是就是拉一般的诗歌，那我用创作的方式用国乐团啊来呈现，给陈宇峰作词的，对对，哇，对，那我老前辈，老前辈安息了，好吧，安息安息了。好，感谢主啊！啊，就是虽然大热天的哈，让大家感染一下这个情景。待会这个 CD 可以放啊，不然就用这个，用这个不能放啊。好，我们再接下来哈，下一页哈。待会我们还会再放别的，先给它放。那刚刚讲到，我身为华人啊，一个牧师啊，但我们很多节日啊，中秋、端午、旧历、新年，我们唱不到相对应的诗歌，所以我有一份感动，我就大胆的把这些歌都谱了曲了，啊，有机会啊，我们用国乐团啊整个的演奏出来。刚刚新年道是其中的一首，啊，再来哈，啊，那古老的民族一定有他们的整个源远流长的民族曲风嘛，我们讲俄罗斯音乐、苏格兰音乐哈，韩国音乐都有。那我们中国音乐是什么？我们断代了，因为曾经在清末明初一个被列强割据，所以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是被打趴的，所以我们的民族音乐年轻人都觉得不入流的啊，什么唢呐啊吹上山的，甚至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又有一个成见啊，中国音乐那是佛教音乐，那个是道教音乐，谁说的啊？那个圣经诗篇150篇用各样的乐器，丝竹的乐器，而且我注意到当时翻译和合本的这些老外宣善啊，还有一个啊，这个苏什么哈，他们这个翻译这个和合本圣经的，刻意用中国乐器的名称来翻译圣经中的乐器，啊，用笙、箫。有没有啊？当然大响的拔鼓啊，这些哈，但他用中国的乐器名称来做翻译，好，所以对我自己的期待哈，所以想到这里，我的思绪被打断了。
我们对民族音乐是模糊的，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中国音乐，因为我们在现代化历程中，我们西化，我们的音乐几乎全盘否定，西方的音乐几乎全盘接收，所以为什么叫钢琴？钢琴进来之后呢，中国的琴以前就叫琴，古琴就是琴，因为钢琴进来了，我们的琴就加一个古，就变古琴。谁会说我这个是古人的 古时候的，因为钢琴引进了，尤其广东第一台进来之后，所有的中国的琴就加一个古字了啊。好，那所有的音乐都是上帝给他的儿女在不同的土地上来对他的颂唱所以我透过民族血脉的音乐要弹唱出我们灵魂深处的情感因为诗歌里面有医治，所以我们唱到小敏诗歌好棒，带来了好多安慰。小敏诗歌有苦味，有生命被历练淬炼之后经过的那种这个像十里经过一样，但是今天相对于我们现在唱的诗歌过于安乐，过于欢乐，我不是说欢乐不好可是为主受苦那个十字架不见了那个今天的诗歌那个罪这个字几乎找不到了，这是我担心的旋律很好听，我们可以用很好的这种旋律来呈现，可是古典诗歌里面那个重要，为什么产生古典诗歌，就是那个讲员讲完道之后，他准备他的讲章，他就把他的讲章浓缩变成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如果他有音乐能力他就谱曲宣信博士就是这里面的佼佼者，因为他写了几千首诗歌，他讲一篇道就一首诗歌来了，大家唱啊唱啊就把诗歌他讲的道的内容记下来了所以他的大纲就是回应诗歌嘛就是三节还有十几节的嘞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今天我们找回应诗歌都找差不多的接近的就可以了，可是以前的牧师啊，现在牧师偷懒了，音乐素质差一点点了，以前的牧师把浓缩精华写下来回应诗歌嘛，这才叫回应诗歌所以呢，如果今天啊突然要我讲到我来不及准备，我随便打开古典诗歌找到一首就可以照着讲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照着讲就可以了，里面有深度今天的诗歌比较对不起浅碟一点好，所以我盼望透过民族音乐带来的还有被医治的部分被成全也唱出我们对华人对上帝的敬拜。刚刚讲到江南诗歌，我讲一个小秘密，江南诗歌怎么被发掘的跟我家族有关我的姐夫林瑞智等于是我太太美云陈哥知道美霞你也认识嘛对就是美霞的先生林瑞智当时去河南宣教，那他是搞音乐的，牧师讲完道在休息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国中生就小敏小小的年纪在田埂地哼哼唱唱，那我姐夫一听到哇你这个歌真好听可是我都没听过你在哪里学的小敏很腼腆的说没有了我乱哼的，小敏的恩赐是词跟曲一次出来对好厉害我们是有词了想旋律怎么写或有旋律了谱个歌词他是同时就唱出来好厉害哇我姐夫说你再哼一次你等一下以前都是录音带 TTK 的年代对不对空白录音带你等一下